是八分，直接抢，接下来抢，管他呢，都已经错成这样了，怕什么？好，请主考官公布题目，说出五个曾经办过冬奥会的城市。哎，说出国家不行吗？不行，因为一个国家可能有很多城市举办过。一共有19个城市，只要说出五个就可以。这分这次我不抢了，要抢要抢。好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太快！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啊？你不让我抢的吗？好难啊，这个！你不早说，刚刚在那数扳手指头就抢下来了。你以为是抢吗？快快快来讨论，快来讨论，反正找几个最冷的地儿说。我猜温哥华。我知道大概几个，但是也很难答了。那一定是冷的地方。哎哎哎！呱呱。三亚，三亚。巴厘岛。曼谷。夏威夷。不是马尔代夫，他们那届不知道吗？马尔代夫那届很有名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你们信我，西双版纳。过分。快去迷惑一下，去迷惑一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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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奥运会的赛场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绝对不允许，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时间，快！最后5秒钟，请确认答案。因斯布鲁克、都灵、温哥华、釜山、釜山，还差错一个，还差一个。把相衣脱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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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脱掉，脱掉。计时，计时，哎呀！请确认你们的最后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北海道还是伦敦？北海道吧，我们要。好吧，北海道吧，就北海道，我们就蒙一个北海道。红队最后的答案是错误的。刚刚举办完平昌奥运会，平昌啊，啊对，平昌，脱。二、三。